住几天冲任务，别着急别着急，雅哥那边也今天给他准备上呢。我这两天跟嫂子聊了一聊，嫂子就是把雅哥那边也上推荐了，你这边又给你上，太好了。我现在嫂子在跟前，我能亲他一口。30-20哈，30-20，兄弟们哈，还是咱们羊肉那边票高一点哈。来来来，刚刚进来宝宝，感谢宝贝一哥，怕你大哥拿菜刀撵你几条街不？戴哥不怕，怕啥呀？亲一下能咋的？还能怀孕呢？我不是跟你吹太阳，我不是跟你吹哈，就星火的主播有好几个我都亲过，知道吧？但是是谁我不能说，我不能恨人家，知道吧？不能黑人家，真的哈，真的。上次聚会的时候，只要去了让我逮着都亲个遍。下一次聚会，洋洋要亲，我逮着洋洋我也得亲一口。欢迎的小胖，有没有去小树林玩会啊？我倒是想去啊，他们不去呀、啊。哎呀，一个一个成能喝酒了。哎呀，我操！跳舞的还是唱歌的，反正去的那些。噔噔噔噔。